钱就是一个人的。上车，你要说老板们请上车。我有这样对待你们吗？你买了防火条，那对待你们一样。我会，居然就帮我开车门，欢迎上车来，我最后一个上来，先上去，走走上去，快点，请上车，要快，赶紧，赶紧。等下那个所有人要开会，我要去全部检查。开会这件事我早想开了，没问题。我帮你定好时间了哈，晚上8-9点钟好吗？我想我比你更急啊。我们今天要让强强当助理。叫他平常做他叫做的事情，所以等一下刷剧是他。进行，什么事都自己做，让他知道我们平常有多厉害。这个就是小修的逆袭，叫整理一下房间。每个人可以想一个要叫他做的一件事情，12个小时。今天计划都让我压抑很大。我们今天要12个小时哦，当12小时的助理。我真的要痛苦的睡觉。打盹。今天他们当我的老板，你觉得呢？好，能屈能伸吧，角色互换是好事啊。能屈能伸。嗯，可以啊。我们要怎么当一个坏老板？不要当坏老板、啊。对员工好，表示对自己好。坏老板哈、哦，到最后下场都不好。有缘才会在一起，互相互爱。四个老板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。那没关系啊，这种体验也是好事、啊。转出点中部门，我总共有3年多的时间没办的助理，而且人家都叫我请，我坚持不行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做得到。真的没公司是我做不了的，自己开车。哎、欸，我的手机呢？我哪知道你手机在哪里啊？靠，你手机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手上的东西我怎么拿车钥匙？还有灯罩哦。你们平常是这么多人拿那么多东西哦，现在是我一个人拿那么多东西耶。哦，妈妈，这个门要干嘛？那么小啦，哟！我也可以不用靠任何人，我以前就是一个人的。我有助理这么爱睡，闭上你的嘴。上车，你要说老板们请上车。我有这样对待你们吗？你买了防火条，那对待你们一样。我也重申声明，很多东西我会自己拿。第二个，很多东西我都会自己做。第三个，我不需要人家帮我开门。妈的！好，来上车，来，来，赶快上车。我会，居然就帮我开车门。欢迎上车来，我最后一个上来，先上去，走走上去，快点，请上车，赶快，赶快。来，赶快上车！来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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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压力好大。里面的空气好吗？里面的空气应该不错吧？我们还有点时间，里面空气应该不错啊。啊？先帮我们。潘木真，知道一躺多少钱吗？就很真木了。好了，地址先给我地址。建国这边回转。示范给你们看。平常在道路的规则，道路怎么开的？你们开车技巧，虽然说我都烂，有没有坐过我坐的车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司机。好好学，好不好？今天是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小心后面，小心要撞人、啊。小心后面有车。没有，我在看好不好？我不像你一样，平常都那样开的，我一直在看后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天啊！你看，傻眼，猫咪还需要看草稿？哎、欸，我今天服侍四个老板，立刻现在建国包下场，上直接下车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弄走的，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不累？刚刚东西有没有都检查好了？要说我几次，我已经说了，东西全都已经检查好了，老娘亲自背上来。我跟你讲，我背东西吼，从来没有在掉东西，因为我介意掉东西，我不会掉东西，不会吗？一双鞋我觉得还是要检查。现在下车也好，对啊，然后回去我所有都要重新检查一次，所有人我开会，我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，到底是谁的问题？我刚刚那个所有人要开会，我要全部检查一次。开会这件事我早想开了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定好时间了哈，晚上8-9点钟好吗？我想我比你更急啊！我跟你讲，很多公司都想请我，去投一，哪一个公司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以前我，现在各位老板肚子饿了是吧？饿了。才知道大老板的辛苦了，老板一点点就饿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老板呢要开始点餐喽。想一次，然后你就要立马进去嘛。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我还一个麦香奶茶跟一个起司
最简单的那个三明治啊，我要一杯珍珠奶茶，75火腿三明治跟49块的那个豆浆，加起来49块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茶叶蛋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要一个茶叶蛋。我要一个大亨堡起司口味的，然后再一个阿华田。搭配要记得打桶边，而且要记得收好啊。杯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好。哎，你们茶叶蛋是还没好？哦，对，才刚正在煮。哦，那没关系啊。谢谢。谢谢。珍珠奶茶，因为它是茶叶蛋，但是没有茶叶蛋自己选这个。不甜的是那个麦香奶茶，然后什么气死下面又脱壳，所以后腿蛋哦。对。然后你的是豆浆嘛？什么49块豆浆？我是没有找到啊，阳光豆浆。然后你也是这个嘛？对，这不是加起来49。哦，你是要加起来49，那应该是小49。那你是起司大亨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上阿华田。哇！我跟你讲，不要考验我脑袋，真的。哇，老板们这样有给过吗？可以。通常是你们，然后还拿手机去记。不需要这种。有点自信过剩。怎么弄啊？你已经几岁了？人家怎么弄都不会弄。不会绑鞋带？啊？要绑鞋带？我在帮他瘦小腿，做些脚步按摩。助理总是举一反三嘞。助理总是做超过分内的事。放松，你筋太紧了哈。哦，脚臭，屁呀！哎，你这样臭哎，屁呀！我跟你说一声啊，这些东西都不要忘。结果你自己在那边绑鞋带，乱绑。我们要赶下一个行程。下一个行程是什么？拍大片。很重哎。缴停车费。这有什么好拍？这有很特别吗？教你们如何走出时尚的感觉，然后你们可以 po IG。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叼到 po IG 啊。要不然你先来。我先。不然你拍那个在那个树旁边。你会用相机吗？我会用，我敢按 ，OK。镜头在不开哦。对。我也是这个动作吗？自然嘞。屁股靠上去，这个感直一点。对。老板受苦了，快点呐！不能按。靠背，我要什么模式？你是不会拍照啊？我知道。不要转坏人嘞。好。上面要留空一点。有很空，非常空。在底刚好在脚。不用担心，对我就是这个状态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用担心。看，这样好漂亮，你看，很自然呢。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拍摄，我们现在要来收拾那个拍摄的东西啦。要我帮你洗吗？这没什么难的，好不好？我很无能的人。哎，助理上班喝酒，这样才有精神。我不懂这样对我有什么意思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吗？请问这有什么难的吗？有老板就不喜欢丢垃圾。我是没在丢垃圾啦，就是我觉得拿出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啊。很臭哦，给你闻。我不要。来，今天体验一天怎么样？没什么啊，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为什么你们平常做不好啊？